大家好，我叫易宇斌，我是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的会长，非常高兴今天能跟在这个电视节目里与大家见面。这个在这满年到来的时候，让我代表我们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马到成功。